下面一个地方就是，如果 username 不等于空，是不是说明是有数据的，对吧？那说明用户是登录成功的啊。哎，那就是，if username 不等于空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对，有工具类呢，是吧？啊，我老是忘了啊。那有了是吧？好点 ，a 则 empty， 我把谁把这个 username 放进去，这样是不是代表为空，对吧？为空我是不是返回一样的数据，就是用户未登录，对吧？那反正什么 ，else 是不是明登录了？哎呀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叫 success？ 你看我这样返回 success， 我这里面就算是给你告诉你用户未登录，都无所谓。这为什么？你用的是什么？你用的是 success， 你不而不用什么？不用这字符串啊，不用字符串，来，这显示什么啊？是吧？好，来，写个什么？叫。好。来 ，return， 啊 ，return 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加个东西，叫 string 型的 callback， 为什么加 callback？这快刚刚还说跨域请求嘛，对吧？这时候我们应该拼字不串，应该用什么 buffer 来拼，是吧？这我这个人比较勤快，是吧？来，我就什么直接写什么，这个叫 call， 是吧？来，叫 JSON utils 点 object to JSON， 把这把 p 字先放进去。你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封装？哎，返回值能不能封装？来，好，来，好，这样的我们是不是把给哦，单引号，单引号，因为不返回单引号，它是把它当什么？当这个变量嘛，是吧？变量放进去，好嘞。这样的我们这方法写完是吧？写完之后把谁？你得把 comments 安装一下，对吧？把 comments 安装一下，来 install。因为 comments 里面不是动了一下吗？哎，我动过吗？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我里面加了个变量呢，加了个变量哈。别骗我，我跟你说，我脑子不太好使啊。我因为我发现我有点像谁？像傻妞靠拢的趋向啊，这个。哎，昨天怎么了？王曼在那，我跟你说，不代表耳朵不好使啊。不知道，王曼在那嘲讽我是吧？完蛋了。王曼在嘲讽我，我这个人比较记仇是吧？来，你要开始，你要被布置作业了啊！你以后要被布置作业了啊！每天我要给你布置作业啊，但是你得提醒我一下，给你布置作业啊，你得自己提醒我啊，否则我容易忘。哪呢？这啊，我慢是吧哈？咱们班今天有请假的？你要请假吗？对啊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你跟我说一声是吧？我乐意啊。就是，我看好你哦，是吧？看好你哦啊。算了啊，写的浪漫点是吧？这句话是吧？在什么？是吧啊？能遇到你是吧？哈，镜花光。所有运气啊，好，写的浪漫点啊，好嘞，你不跟我说，你说我忘了批，我要会扣钱的，哎，扣去，你等会儿去走是吧？就是十点半，哎，算了，你写两个吧，买两百个吧，这是什么？有 bug 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有 bug。bug 了哈，来重新批，
还能覆盖呢。你看呢？哇，那是不是改成零也可以啊？啊，可以啊。还有八个呢，你看，改成二是吧？一敲，回来变成卫生批了。哎，不是，我录下来了是吧？批了，批了，分都扣了，不是分扣了，那个知识已经扣了。好嘞 ，VIP， 你等着，我要天天给你布置作业啊。好了，好嘞，啊，这样的我们一下子两个跳都，啊，有些帮子包你没加，啊，被那个王曼一嘲讽，完蛋了是吧？我觉得脑子都不好使了，来，有些帮子包点啊，赶紧来。好，刚 comments 加了一下是吧 ？comments 加了一下，然后这个 web 里面 ，pom 里面有个错误。这个文件没有，我不是上来第一件事先把这个文件给生成了吗？而且我们还启动了一下呢。对啊。而且我还往里面加了 spring 的 print 文件呢。我复制，我只复制 resource 呀。不是，不是加了很多。外边两个的买文件不见了。我刚刚只复制了进程文件。那里面好像没有 web 点 act 文件这个目录，有吗？这里面没有 web 点 act 文件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肯定不可能把它给覆盖掉的。Spring 目录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那这个地方我其实用不到它，我们应该用的是谁啊 ？Spring MVC 的配置文件，对吧？来给它什么？戳命名一下。不，在写啊，因为我们导了一个什么？导了那个别的地方的那个什么 ？Act 文件，对吧？这个是为了导别人的。这是为了导别的依赖班里面那个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 service 吗？那不是 web 吗？ web 里面我们是不是需要配什么？配前端控制器的，需要配它，对吧？这个才是加载谁啊？加载这个文件是吧？加载文件。而我们这个是不是为了加载依赖包里面的东西啊？是吧？加载依赖包里面的。哎，好，这里改成什么 ？class pass 是吧？冒号 spring 下面的什么 ？spring 杠 mvc 点 act 文件是吧？好，这个地方我还拦截什么？星点 action。对，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我没写，就是谁呢？这个。这个里面有东西没加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要扫包 context 的，第一个 component scan 是吧？来，到时候我们给它起个名叫，还是什么星点 web 对吧？好嘞，还有一个事情，我们是不是要去，叫 mvc 冒号 annotation 对吧？好，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？不过滤器啊，不是叫什么静态资源，应该是放行吧？哎，放行吧，就我们这 CSS 啊什么这些东西，你是不是都得放行，对吧？都得放行。那这个地方我该怎么放行它呢？用哪个方式 ？resource 那个方式。我的先换一个。换一个，换啥 ？resource 唱太长了。用那个自带的。你们用都用了它吗？可以用它。放了它之后，对，我知道，过来给上。哎，行吧，这样它吧，用它也行。啊，我一般都是几个写什么 MVC resource 那个，自己写什么 location 和 mapping。那就。啊，那个其实也用不到了，是吧？那个用不到。对，我们没有 GSP，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 P 什么前缀跟后缀，是吧？前缀跟后缀。现在也没有上传文件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 P 什么上传文件的东西，对吧？什么那个
commons 什么 multi part 那个什么也不需要写那个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不需要写，来，然后这边我们到时候也引用个服务吧，是吧？引服务，服务等会我们引用的时候再说啊，引用的时候再说。那现在，好，现在，这边这个我们大概环境就先搭到这儿是吧？搭到这儿，然后我们去写什么？写 class 吧，是吧？写 class 来，我们得写个什么？写一个，这里面得有个什么？前台那个 container 那个外边吧，但 container 外边我们现在还用不到啊，为什么用不到呢？因为我们在里面请求的是谁啊？请求是他。是吧？请求它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启动起来。要启动它的话，我们是不是需要启动这么几个东西？一，启动这个 service， 对吧？启动 service， 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还得启动谁啊？启动这个 web， 因为我们的登录页面里面有个什么？我们登录页面里面有一个验证码，对吧？验证码需要给它，等一下，你看，哎呀，有了是吧？来，啊，右键。尼玛，给他启动一下。啊，接着我们再把谁，再把我们这个 container 也给他启动一下。啊，四个不多。啊，启动起来是吧？啊，这个地方有登录，还没有。这个 login。这个我不是写的大写吗？可能还没启动起来啊。叫谁？刚才那外边来 ，SSO 外边看看，启动起来了吧？是吧？启动起来来，对，我不是我记得改了大写吗？这尴尬了是吧？我记得我明明写的是大写啊。我最后把这个 login 跟那个什么都改成了什么大写吗？ login 和这就是 web 呀。这哎，这地方，而且我还说这里面没有那个什么吗？对吧？没有它吗？尴尬了是吧？是因为你用那个全选了，我刚刚有选了一遍，说啊，可能是啊，登录啊，登录成功，你看这是同步的吧？这是不是同步的？我们是不是登录成功？那正常来该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走一步？走一步之后，是不是登录成功之后，我们跳转到什么首页去，对吧？跳到首页，那你说在这儿这个 login 的页面里面。我们除了什么？他怎么又拨脱了？哎，这么长那个异常，这么小的个字。resource， 我这里没有 resource 吗？是你那插件的资源没有。先不管它，啊，不管它来，坑爹是吧？哎，不管它来，好，这样的我们是不是要去改谁？改我们这个页面是吧？改我们这个页面，这个 login， 啊 ，login 里面这个表单我们是不是要做个事情？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给它改掉一下？是吧？改掉，在哪？在这个。啊，这里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他那个做那个什么？把这个给他首先换成什么？一标签是吧？把这个给什么删掉，然后后面给他换成什么？哎，后面这个 A 标签出来什么？原来页面我们都没写，你忘了我们都是用接口请求的，测试接口吧。刚刚是哪个页面里面？刚刚是注册页面，刚是注册页面，这是什么？登录页面，对吧？刚登录页面，我们昨天用的都是只是测试接口，没有去用的什么页面，
啊，所以是特殊接口来啊，这个地方什么 unclick 是吧？啊 ，unclick 来是个什么叫？那个方法吧，是吧？啊，那个方法来。好，那时候我们需要去把这 log 方法给写出来，对吧？ log 方法来。好，写在这儿 ，secret， 对吧？来，叫什么？就这个，来写一个 function。function， 啊 ，log， 啊，我应该干点事儿，把这个资源我改完之后，应该再把我们前台里面的资源给它替换掉。我每次都不替换之后，每次界面都是错误的啊，每次都是瞎写，老是忘啊。因为如果再拿把这个页面再拿出来的话，你发现里面写了一堆方法了，自己又忘了啊，自己忘，所以说应该把这个空白页面。好，在这儿我们是不是做操作是吧？做操作，那怎么做操作？我们已经把这个闷点儿，有没有闷点 JS 导进来？导进来了吧，是吧？闷点 JS 已经导进来了。好，到、哦、啊 ID， 放表单的 ID 啊，这个地方 login 点 action 要走。就是那个 ID 等于 form ID， 对吧 ？form ID， OK， 啊，这么写来，来，好，首先，我这里面直接调另外一个就行，是吧？再调另外一个叫什么 ？sub 是吧？这是个什么 ？function， 是吧？这里一个什么 ？data 是吧？来，如果 data 点 code 等于一。先试试看啊，试试看，啊来，这里弹一个什么？直接弹一个，啊叫什么？控制帧，你说我不怕它会空啊？啊，先不管它。我不用，我只要做一个事情，我到时候把它改成什么 ？data type 改成什么 ？JSONP 去了。接着 P 去了，他把不会啊？来，我把这个什么，在这弹一下就知道了。看它是个什么东西啊？let， 我这是个字符串，是字符串。来，这个地方，如果是个 JSON 会弹什么？不一样。如果是个 JSON， 它会弹 object。如果是字符串，它会弹字符串内容。能明白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如果是弹那个是个内容，我们就什么把它转下去了。怎么转？有个 JSON 点 pass， 还有一个方法叫 EVAL 函数，啊，两个函数。来，那走，这个页面来，那个页面是吧？然后退是吧？刷新一下页面，试试看。ABI 圈嘛，因为换成 ABI 圈了是吧？来，哎，登录成功。啊 ，ABI 上显示登录成功啊！好好好，行吧，一二三 ，ABC 啊，啊点，登录成功吧？啊，就说明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？是JSON串是吧？来来，转一下，来，这样 ，JSON 零，哎，这个东西你们用过吗？用过吗？没有是吧？啊？啊，对这个有容易不够解释，我知道。啊，但我这人比较懒，知道吗？好，登录成功，对吧？这次是不是弹什么？登录成功，对吧？弹录成功。来说，走到这了吧？走到这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是不是给他做一个事情？叫什么？跳转到首页吧，跳首页。好，首页的话应该怎么做？叫我用 LOCLTION 是吧？我突然不会写 location 了 ，LOCAT， 哎 ，location，LOCATION， 什么？我怎么感觉不用加了？我不用加 window， 不用加 window， 不用加 window，window 是可以啊，可以省着打。这些 HTTP 啊，我总觉得少了个 L 一样 ，localhost， 是吧？你这总感觉好像，是吧？来，900几啊？903就行吧，啊，903，没错吧？嗯，这地方你不需要加温度 ，Windows 是可以省略的哈。还有这个要跳转到哪个地方，是不是需要你登录那个页面要给我传一个东西，要不然
像咱们那种就是单点登录的，它怎么才能跳回到原来的页面？啊，你说跳回原来的页面？跳原来面你需要传参数过来的。就是在去登录页面的时候就要带着那个参数的。嗯，对。传到参数的后面地址跟着什么？与我登录之前的页面。然后这个参数呢，我们到时候请求之后会把它传到哪？传到转那个传到那个请求里面，请求里面取到这个地址之后再给它传回来，对吧？传了之后我这样是不是可以取到？取到之后我就可以什么？再跳回去。啊，小这个跳回去，因为这所有的东西都你都要告诉服务端，对吧？因为他们都是相互都是什么无状态的嘛。浏览器要告诉服务端我在登录之前是什么页面，那服务端收到之后，他会在登录成功之后返回数据里面，把你刚刚来要的页面再给你返回回来。然后呢，登录成功这个地方我可以取出来，取一下我看看我原先登录页面之前是什么内容，什么页面，然后再把它跳过去，啊，跳过去，啊，这个，所以我们现在跳过来了是吧？啊，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还没判断呢，是吧？还没判断，就是你看，幺四十是吧？一二三 ，A B C 是吧？我写错误密码，是不是过不去？是吧？过不去，我们写什么？写正确密码，因为其他错误还没提示嘛，是吧？那我这边是来走，登录成功是吧？过来。啊，这样的我们就要跳来，跳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只要在页面去做我们刚刚操作就行了？什么操作？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用户信息取一下？我们还没取嘛，是吧？取一下，如果登录成功了，我们是不是这边是显示什么？显示我的账户，对吧？如果没有登录，是不是显示登录和注册，对吧？啊，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做过来啊，做过来。